东方说罢了，咱们再往南边瞧瞧吧。南天上的炎帝神农并不爱听鸟叫，他生性平和，老迈不堪呐、啊。可是坐下却出了个不肯安分的蚩尤，整天莽莽撞撞的，只想作乱。他最爱的还是那个每天在他身边陪伴他的小女娃儿。好女娃儿，最近怎么了？看你一直闷闷不乐的，怎么不和大家一块玩耍呢？我整天就只能待在这里，当然不开心啊。爹爹，我听人说，从我们这里一直朝东走，有个国家，人人衣冠整洁，腰挂宝剑，出门时还有两头老虎当作左右随从呢。老虎啊。嗯，可是那些老虎都像猫一样温驯，那里的人也从不吵架打架，所以叫做君子国。哎呀，哪有这回事啊。还有啊，在东海里有座山，山里有个大人国，人人都谈笑风生，那里一定有我，有我，有你的如意郎君。哎呀，女儿啊，我这偌大的天庭里众多天神天将，难道就没有一个你看得上眼的？那些人又粗鲁，又只会跟着你忙着打仗，专攻情赏，我才不要。哎，我要飞向东海，飞向东海。你爸爸老了，你的心可也不老啊。
忧伤啊，女儿，要是忧伤，心就跟着老了。你不是问我最近怎么总闷闷不乐的，总那么忧伤？爸爸，那我是不是也很快就会老了？罢了，你既然一心想去，那就到东海边去散散心，或许就真的让你找到了你的如意郎君，你就不忧伤了。那就快把他带回来见我，要是你还记得你这老父亲的话。真的吗？去吧，去吧，走吧。哎，眼下这东方倒是太平无事，可是那西方的昆仑山却是苍苍茫茫，看也看不清，莫非是我老眼昏花不成？来呀，我那铜头火眼的蚩尤何在？蚩尤在此，陛下有何吩咐？蚩尤，你帮我看看我那老邻居西王母，他正在做什么？陛下问的是盘踞玉山瑶池岩洞的母老虎。他好像在吃桃子。那可是蟠桃啊，吃了能够长生不老。不过那头母老虎到了只能吃桃子的地步，怕是连牙都掉光了。哎，陛下，你看这昆仑之墟东边怎么出现一座好大的宫殿啊？莫非那昆仑山已成为轩辕皇帝他地下的都城？嘿，除了他还有谁？东方的帝君成天听鸟叫，西方的母老虎他只能吃桃子。陛下，你又一心养老，不就等着皇帝他笼络诸位天神，来日夺你的天下吧？坐下的弟兄个个都骁勇善战，兄弟我养兵多时，随时可以出征。但你知道我和皇帝向来各有管辖，井水不犯河水啊！你别看他平常一副糊涂模样，其实一肚子坏水嘛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不先发制人的话，你这江山早晚不保的。哎呀，你让我再仔细想想。想，哈。
耗下去，这天下迟早会让给别人的嘛，兄弟们， yeah! 咱们走， yeah! 走啊！ Yeah! 统统都跟那个莽夫走啊！这天下将要不得太平了，统统都跟那个莽夫走了，全都不听我招呼了，连我那小女儿也都不来，只剩我孤老头子一人。糟了，他是去东海去了。哎呀，我怕我真是糊涂了！来人呐，快去把我女儿给找回来！